人体皮肤约有 70% 由胶原蛋白组成，人体的胶原蛋白会随着年纪增长而降低。许多皮肤研究科学家认为，胶原蛋白的合成量减少是导致肌肤老化的因素之一，因为胶原蛋白可以透过食用的方式进行补充，也让它成为了时下最流行的保养品之一。这络绎不绝的两岸交流现场，全都为了如何能让研发更优化而齐聚一堂。现场安排了交流活动及教学，都是为了让与会者能一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脱颖而出的实力，以及造成形成销售旋风的风采。我们 Vimy 呢被誉为是台湾之光，在亚洲各个地区我们都创下了很多销售的奇迹。从古代到我们现在，大家都会通过食补或者是药膳来调理我们的皮肤。我认为我们80后、90后是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时代，那么我们更需要的是美容跟健康，并且是健康的去生活。我想把最好的产品带到我们中国大陆去，让中国大陆在我们这个年龄层段轻奢生活的这部分女性中，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很大的收益，包括是财富上的收益，以及精神上的收益，以及自身身体健康上的一些收益。之所以能卖得这么好，原料天然，效果显著，原装进口，安全放心。胶原蛋白品质好坏的关键取决于原料的萃取。这款胶原蛋白泰饮使用的原料来自于法国的一线品牌，也融入了台湾近年保健新宠红梨，借由提炼萃取红藜麦与胶原蛋白二合一的独特技术，创造与其他产品的差异及亮点。红藜麦我们之前申请的原专利的名称就是它可以去增加胶原蛋白的产生，而且可以减少皮肤的老化，所以它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达到抗糖化的效果。所以这一支红藜麦的专利跟效果就是能够搭配着胶原蛋白肽一起做使用。那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除了胶原蛋白肽，还有这支天然萃取的红藜麦之外呢，也含了蔬果的酵素在里面，最后还有包含了维他命 C， 那这些都是可以去提升皮肤跟身体里面胶原蛋白的合成。品牌在食品安全上也有着严谨的把关，达到全产品溯源、配方简单化及品质与国际接轨三大标准，与独特的配方相搭配，不但确保食品安全无虞，也让产品增添更高的营养价值，并获得瑞士日内瓦发明展的肯定。第一款抗糖化胶原蛋白饮的话，是让我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款抗糖化胶原蛋白二合一的一款产品。我们的抗糖化是有国际专利，并且是在日内瓦获奖的。抗糖化的部分呢，就像是我们补充了这么多的胶原蛋白在我们的皮肤里面，但是它会一直流失，那抗糖化就可以把这个流失的状况给堵住，所以接下来我们补充的胶原蛋白全部都可以累积在我们的皮肤里面。今年这款席卷两岸市场的商品也在韩国、日本及台湾实体通路贩卖，并选择店面普及率高的药妆开价门市上设柜，让更多注重保养的民众能够容易取得这款独一无二的胶原蛋白肽饮品。执行长也希望将保养的观念传递给更多的人知道，让民众食得安心，美得健康。这家瑞妍生物科技集团呢，是致力打造为高品质女性轻奢的生活。我们浙江瑞野生物科技拥有强大的海外供应链，我们致力打造出每一款最完美最好的产品，分享到全球的市场。那在台湾这方面呢，我们也选择了在台湾拥有600个销售点，也是全台湾最大的销售龙头，屈臣氏合作。那目的呢，是为了让更多台湾人可以随时随地买到我们的产品。在国际上呢，我们Vimy更代表台湾获得了世界食品评鉴大奖的奖项，所以在品质上面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在未来呢，我们也想要把Vimy推向全世界，把台湾之光可以成为胶原蛋白跟抗糖化的代名词。我希望通过 Vimy 这款产品，能给目前80后、90后能带来一种健康、轻奢、逆龄的一种，容光焕发、精神焕发的一种理念。